笔是记录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，四大名笔之一的宣笔更加被历代书画家推崇，软硬识人手，百管不差一。源自唐代古宣州的宣笔制作技艺在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中国毛笔讲究尖、圆、齐、健四德，毛笔的造工和选料至关重要。宣笔的笔毫大多以兔毛、羊毛、牛耳毫等制成，而兔毛制成的纸毫昔日被列为贡品。它的制作一共有选料、制杆、齐毫、圆笔、修毫等八大工序，包括百几道工艺。宣笔连同另一项非遗项目宣纸在安徽泾县是重要的产业，当地被称为宣笔和宣纸之乡，年产量超过630万支宣笔。历代制笔人一丝一毫的坚守，令到宣笔工艺传承至今，如同一代代中国人一笔一画的创造，谱写传承5000年的灿烂文明。传承与文化共融 ，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